先生，到了。先生，江大人，快去把李二、唐儿叫来，傅小姐进府。是，先生。江大人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在。先生，没事了。为什么？我这样坏得透顶，你为何这样心软？你应该走的，你不该留在这里。现在想走，怕是晚了吧。看在你受伤的份上，我把床让给你，我怕桌上凑合凑合。不必了，你若不愿与我同床，我睡地上便可。哎，你做什么？什么人？平南王派来盯梢的人。盯什么梢？你觉得平南王为何将你我二人关在一起？为何？平南王此人信的是情由欲生，今日你我在他面前的表现已让他觉得你我之间的确有点什么，但如果我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却什么都不做，你认为他还会信吗？只会让他觉得
我根本无心缠绵，只是在思忖着如何对付他，这样子只会提高他的警惕。所以呢？宁儿，演个戏吧。演什么？就是这样。你相信我，只要他越相信我痴迷于你，越觉得可以拿捏我，你我就越安全。可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，会不会不太好？要我帮你吗？不用你帮，我演还不行吗？你能不能把头转过去？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去见了张遮？你到底在心虚什么？寻常偶遇而已，就是怕你多想，所以才没说。寻常偶遇？寻常偶遇，两个人就一起关了这么久的雨？我真不知道下雨有什么好看的，湿漉漉、冷冰冰，粘在身上扫也扫不掉。雨气一点点往身体里面钻，稍不留意就要染上风感，虽不至死，却是绵延不尽、反反复复的难受不适。江雪宁，雨到底有什么好看的？还是说你跟他真的有这么多旧情可以续？谢居安，我不是你的笼中鸟，就算我是故意去见他的，我也没有必要同你解释。可你已经向我许了以后。江雪宁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既承诺了，我就不会放手，更不会让你有反悔的机会。江雪宁，你是我的。中国相爱的概率，可最后偏偏不是我和你。多想问问你，多想问问你是什么原因，我们错过的那些情节里有没有真心。江雪宁，我要你。做什么决定，有什么意义，都身不由。想问问你是什么原因，我们错过的那些情节里有没有真心，是否我和你从此照亮了深渊的距离。做什么决定，有什么原因，都身不由己。是我猜不出，是我参谋无命运的玄机。世界里未来不过去，见没见过你。